ご覧の番組はシアオシー自動車からお送りします。Avia、モバイル周辺機器のトップブランド。金爸爸、首款打開 LINE 零秒開機台。欸、節目名稱是什麼？新單元。新單元嗎？那這個叫什麼單元？候補。讨论完会秀在字幕上，好不好？欢迎收看我们的新计划。我们的这个客户当中有各行各业的人，那当然也有很多是在开店的。哎，我们刚好就这个可以顺便，而且有些题材推广一下他们的商品啊，或是他们的店家。其实我们一直都在做这件事情，只是没有特地的开一个节目来做，所以现在我们就开一个节目。其实之前就有啦，我们去估车的时候，上次有一个是这个生鲜的店嘛，萨巴有没有？他是开在卖一些有机食品，对不对？那个也算啊，狮子会的概念，互相帮忙的概念，小狮汽车的亲友团。小狮汽车家族，干，那家族听起来好像是20年前的东西，什么夜光家族、雅虎奇摩家族，听起来好像有年代感。好啦，反正我们这个今天哦，就做一个客户关怀之旅。这个是跟我们买车的一个客户，然后我们就顺便去关怀一下他用车的状况，看一下他现在把我的车搞成什么样子，让他分享一下心得。没有在 say 的哈、哦，不行就要直接讲，了不起怎样？哎，我也不是剪掉，你就直接讲，对不对？你讲完哦，我吃你东西，我就是他妈好难吃，人是互相的，哦，所以谅他也不敢乱讲话，哦，没有啦。其实我觉得这个物以类聚，对不对？我们如果是一个好相处的店家，有感情、有温度的店家，相信我们的客人会跟我们完成交易。我觉得基本上我们的客人素质也不会差到哪里去。那待会我们就到现场跟大家介绍今天要去的一间好吃的名店，其实它算名店，那就待会见。Go go go， 吃东西喽，嘿嘿。哎，这台啊，哦，之前那台，哎呀，你在开的那台，我人生中的第一台保时捷是吗？第二台，第一台是第一台巴斯特先哦，对，哎，到了，温体牛、葱爆牛杂、心肝肉，哦，拼盘，炒番茄炒骨髓，哦，看，哦，牛肉蛋炒饭，哦，好饿，哎，我最近在节食，哎，168一路发呢，起床到现在都没吃东西，现在已经2:30了嘞，哎，看牛杂，好了，那我们就进去找车主。关怀一下他的这台车，好不好？走 ，Hello，Hello， 小师哥，哎，啊，师哥，饮料，先喝饮料，解解渴。谢谢啦，不用客气。介绍一下，小鱼，小鱼可以吗？还是鱼董事长？小鱼就好了，小鱼就好了。这个是我们的温体牛，我们先做客户关怀，我们先去看一下他现在把那台凯宴弄成怎样。我看你有把那台车搞得乱七八糟的，不会，好车，好车，好，我们先去车子那一边，好，看一下关怀车，等一下我们再来好好的介绍一下这个好吃的温体牛，走，好啦，这一台我之前的爱车被我老婆嫌，你老婆有没有嫌？我老婆没有嫌，她觉得蛮好的，所以我只好让嫌给有缘人了，好不好？让给有需要的人，因为老婆都一直觉得那个车有点太跳，每个人感受不太一样。那你买多久了？哦，半年多嘞，这么时间过那么快哦？那你开几公里了？你有记吗？大概2000多公里而已，那还没保养哎，还没。那你也开很少啊，你不多，一个礼拜开个1-2天，载载小朋友。半年才开2000，那一年才4000哎，在车库比较多。我跟你讲，做生意就是这样。我以前开小吃店的时候是，你哪有时间开车？从开店前准备到收店完就几点了，你还会想要开车去哪里？大部分还是代步，还是骑机车比较快。对啊，哎，这台车真的很好命哎。大家有没有觉得？在我手上其实也没开多少。那所以你回来也还没有保养，你也没有在车上弄什么东西。哦，没有没有没有，就加个儿童座椅，应该也没修过东西吧？哦，目前完全没有。你继续这样保持，你开的越少，修的东西就会越少。哎，来来来来，我来检查一下内装有什么不一样。这个当初这个我记得是我的下一个车主换，其实他是下个车主，中间其实还有一个车主，他买了这车以后回去花20万，不是修头灯、轮胎、轮框，还有一些内装的东西。前车主还把这个安全带改成红色，原本什么颜色？原本就一样颜色啊。
跟椅子一样颜色啊。对，他有换一个大萤幕的电视，椅子也都保持得很好啊。基本上真的跟我交给他的时候没有什么两样。你前一台什么车啊？让大家参考一下。我前一台哦 ，Focus。哪一代的、啊？就是第二代的，对，2005年哦，他带之前改那种。嗯，对。换了这个车以后，你明显你觉得优缺点是什么？嗯，跟大家分享。这台的话，舒适性普遍很高，整个空间啊，整个视野角度都蛮好的。然后再来就是它的安全性吧，开起来很有安全感。对，有安全感。对，哎，讲一下缺点吧，人家说我们都塞的，对不对？缺点的话，刚好要缴税的。哇，哎、欸，对，现在4月，税单来了、啊，就只有这个缺点，耗油嘞。如果开市区，其实少没有很明显感觉，但是市区的确也是应该加的蛮凶的。哦，一桶下去要60公升，就这样而已吗？没有其他的吗？其实还好，真的是开的少啊。在小朋友的时候是心里比较踏实这样、欸。那你最远有开到哪里吗？最远目前开到台中。这台车之前最远好像也是被我开到台中，所以这台车出不了台中以南吗？哎、欸，这车开了你会？有一点点的虚荣吗？哎，会不会会提花的感觉？所以不敢太常开。我也会啦。说实在的，因为男孩子对这个牌子，对不对？总是还是会有怀抱的那个梦想。第一次接触这个牌子，那又有点怕怕的。好、哦，可是实际上接触之后，也许是一个便宜又大碗的东西，对不对？阿丹，你要不要考虑也找一台？你听的就拿着保时捷的钥匙，还带 G Shock 有没有？手握着保时捷的方向盘，然后拍照这样。为什么是 G Shock？啊、不过你来啊，你来啊，你要买什么来、啊？来跟我讲。你随便一支就好。那接下来我们这个车子也看得差不多，基本上他刚刚的回答的表现还不错，想必等一下东西应该是不会难吃到哪里去。好，那我们去看看有什么好料的，走。其实不贵呢，你看它的牛肉面也差不多100出头而已，牛杂面有没有？差不多。对啊，其实不贵，可是感觉温体牛就是觉得会很嫩，很好吃，对不对？新鲜的最好，跟你交女朋友一样，新鲜的一定最棒。哎、欸，这哇，好生活、哦！哎、欸，牛肉套餐200，白饭、牛杂汤，这样就一餐了呢，而且还附一个蒜头。会不会你看到这，你会不会想点？会。モバイル周辺機器のトップブランド金爸爸手款打开 LINE 零秒开机台耶、yeah, 来了来了来了我们请这个小鱼帮我们介绍一下今天的餐点、嗯、那今天看小鱼跟我们推荐什么东西这道菜是私藏的牛脖现在市面上比较少人会特别去为这道做一个准备对因为它店里是有卖的店里是有卖的但要提早预定我是吃过鸡佛小小颗的就刚刚一看牛佛一颗，我操，超大颗，就大户哎！麻油炒牛佛，我没吃过，我等一下试试看看牛佛。男人圣品，陆地上的海胆，我来试试看看。好，下次叫老板娘发表一下这个感想，到底有没有？好，然后再来介绍一下，这是综合牛拼盘。当然，今天这一个有稍微跟平常现场是有点不太一样，有稍微大盘一点。哦，有稍微大盘一点，这样讲好啊、哦，不要来。不过你来可以报小师名字，没关系。应该他如果在的话，应该是会给一点点傻秘书，应该是没问题。对，没问题。那我们的牛舌、牛肚、脚筋，牛舌就是刚好最近就是很夯，其实有时候会常常断货、欸。牛舌有什么奥秘哦？上次跟你聊过嘛，说这个牛舌从日本是没有办法进来台湾，因为它算是内脏类的。哦，日本的内脏类好像没有外销，是不是？对对对。台湾有吃到的都是美国的嘛？对，那因为它是打那种急速冷冻，那个口感上如果要保持的时间稍微久一点，还是多少会流失掉它的本身的原汁。对，当然一定会啊，冷冻过都会、啊。对，那我们的是温体牛的。
本台湾本地的，是从哪里来的？云林嘉义、台南那一带过来的，就直接这样子半夜这样送上来，是不是？对对对，都在吃美国的、纽澳的、日本的，也来吃一下我们台湾的。好，这个比较特殊，哎、欸，这个看起来 QQ 的，这个就跟牛佛是一对的双宝，啊，那多几虎啦，那个圣品，这个叫做牛屌啊，不是叫什么鞭？对对对对，所以像这个它是属于是卤的，对，都是卤的嘛，对 对。所以你像这个筋很特别嘛，卤的那个时间很重要啊，因为卤久了会化掉，对不对？会化掉胶质这样。你要刚刚好这个有一点嚼劲哦，又有入口即化的感觉，也不能太硬哦，所以这个卤可能是要有一点技术的。那这个是它这个看起来也有一点 QQ 的感觉，这个是海绵体吗？这算海绵体吗？应该要说是说它，我们牛鞭的话，它其实胶质。对，看起来是有胶质的东西啊，對對對，可是跟我们想象中的那个，不然下次我烫你的看看，我怎么知道啦？我也没吃过这个，好不好？等一下也来试一下，然后再来这个就是我们应该牛肉锅，对不对？对，牛肉炉。这个汤底应该是牛杂的汤底吧？哎、欸，可是现在里面还有料哎、欸。我们就是用我们的原汁的牛腩肉块，跟一些牛杂，它的一些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腹斜肉的一些部分、嗯、哦，里面都有做一个搭配，这样子都三种肉都吃得到。对啊，所以不是说你看这个菜跟一盘肉哎、欸，这里面。其实是满满的肉，真的客人来也是这样吗？还是会少一点？哦，一样，这就是完全一样。哦、对，哎，对，好险，没有套好，大家对不对？来说，哎，看小四来一捞起来满满的肉，你看不止这样哦，这个你去吃这个一碗牛肉面也一定没有那么多肉，所以你说这300块，我觉得哎真的蛮便宜的嘞。对啊，你一碗牛肉面大概可能就这几块而已吧，可以100多块。好了，那我们这个准备开动。你看了肚子饿了吗？饿了。你等一下。如果正常牛肉锅有附白饭吗？我们正常牛肉锅是没有，没有，另外再点。对，但汤可以一直续。哦，汤可以一直续哦。对对对。那我先来尝一下这个，来先喝一下汤头。哇，满满的牛肉味。全部的汤都是非常浓郁的牛肉高汤的味道。你这牛肉高汤很浓哎，对吧、啊？我们都是用那个我们称之为牛腩跟我们的腹斜的整块肉，对，都是大肉块下去熬煮。有骨吗？我们不带骨，我们不带骨。哎、哦欸，这很特别，因为本身肉里面很多肌红蛋白，对，我们就把它煮出来，哦，靠它的原汁原味去那个让它香浓这样子。如果有骨头就会变柔柔，对不对？对。所以它这个其实是清淡，有点像人家外面的那个叫做清炖牛肉，好、哦、类似那种感觉。哎、欸，这牛肉味真的很浓郁。这个基本上这个汤直接拉面加下去，牛肉拉面，哇、哦，舒服。这个是腹斜肉吧？如果是那个牛腩，就是块状的。哎、欸，我以为干干柴柴的，没有啊。就我们拿捏在那个时间点，对、啊，时间拿捏很好，还不能再太底太久了。欸、好好吃哦。粉红色呢，不管走到哪，粉红色都是极品。粉红色，粉红色就王道，好不好？哎、欸，搞定了，好，来来来来来来来，你拍它侧面嘛，其实它是有厚度的。哦，嫩呢，而且有，其实它有点嚼劲，没有烧味。哎、欸，好好吃哦。那我现在讲现在感想好不好？它那个牛肉进去啊，它是。嫩的又不会让你嚼不烂那种，有点嚼劲的。再一个是我没有吃到任何的烧味、腥味。但其实它刚刚烫完，它没有很熟，它其实还是有点。对，它是属于肌肉蛋白，它里面肉汁带着那个对带出来。可是它这个没有腥味，没有让我吃到血腥的感觉。对啊，它本身的那个铁质，所以带点甜味。哦，还有个重点我刚刚没讲到，我发现一件事情。我刚刚说除了甜味以外，还有一个是它的汤汁的味道其实有进去耶。我有吃到那个汤的那个香味，这真的很推啊！它这个我可以跟你讲，根本连盐都不用撒，因为它本身这个肉有香味、甜味、咸味，直接烫进来，直接克掉。我超爱吃酱的，你去那个火锅店，那个酱不都酱料碟都很小吗？我都不用，我拿它旁边装饭的。跟我一样。好，我要来吃这个，这个等下冷掉不好吃，这个叫做麻油牛佛，阿丹你敢吃吗？应该没有什么敢不敢吧？这个有点怕怕的，因为刚才有看到我故意没去看，应该跟鸡佛的那个结构差不多吧？嗯，对，一样。嗯，可是它有一条像韧带的东西。哦，对，我们刚才故意没有断它的外皮的那个表皮，它会 QQ 脆脆，它保有最后一个拉力这样子。对，鸡佛比较软，它比较 Q 一点。好，哎、欸，
阿呆不敢吃的，是不是？哦，好，来了。那这上面就是撒一点你们的酱油。对，我们可以点手工酱油。吃牛奶面饼。不会啦，应该可以吃啊，推荐。就是胶质，就是像脚筋，真的 啊。味道上面，第一个它已经卤过了，然后它有他们自己的那种特制的酱油，也不会太咸，蛮好吃的。这个东西应该蛮开胃的。然后再来，我们这个叫做拼盘，综合牛拼盘。我们里面这个是肚嘛？对，牛肚。好，我们吃一下牛肚。嗯，可以。就怕客人会不喜欢吃太硬的，所以我们卤稍微透一点。没有啊，稍微透一点。对啊，其实这个是。不硬哎，你们的豆瓣酱吗？对，豆瓣酱。好，沾一点豆瓣酱，特制哦。好，豆瓣酱最容易发生的事就是太咸，太咸。哦，他们是香的。来，再来这个叫做牛舌，台湾牛舌没吃过了吧？这牛舌这么大哦。它是很长的。啊，为什么我看人家那个都只有一圈而已？他们会是整理压合过，然后他们用机器切或者手工切的时候，它已经被压起来了。那牛舌基本上跟人的舌头长得差不多像，只是大概大十倍吧，大十倍二十倍。嗯，对。然后他说他切下来的时候，他就是会这样子挑转。这牛舌材质看起来好像牛肉片。嗯，它自己吃起来蛮像牛肉片。只是它中心有那种软嫩的口感在里面，这个的牛肉味是很浓的，就是你很明显就是在吃牛肉。好，最后牛筋我咬一下，其实我牙齿很不好，所以它东西难咬，我马上就知道我牙齿很烂。这我老婆一定很爱吃，女孩子喜欢吃。女人的圣品，对，胶原蛋白。其实我发现你们的酱汁调的也很好，因为它底下有酱油，他们酱油调的不咸，而且是甘口的。所以其实整个这样搭配起来，我觉得我想配白饭一起吃，我想要哇，看起来是吃肉啊，饭是扒。我觉得真的是证实了一点，东西新鲜，不用太重的调味，对，就可以非常好吃。这个大家有机会刚好有来附近，不要说刚好来附近啊，我觉得小鱼这边盐山温体牛值得你专程来吃，真的可以来吃看看，好，我好好品尝。哦，对，你们有三间店对不对？总共四间。哦，总共四间哦，龙江这边一间，锦州街一间，大稻埕码头外面，我们新竹那边有一间，延平北路，对对对。我看阿呆已经有点贫血状态，然后那个已经有点稍微拿不住了，太饿了。好，让阿呆来吃一下，来，我帮你拿。那我先吃什么？你爽的话，你看那么久，你最想要先加哪一个？对啊，对，你刚刚看我吃一轮的嘛，你最想先加哪一个？啊，我想先喝汤。好，先喝汤一样，来，我汤吃的，这个完全就是在模仿我的节奏。喝汤开胃啊，你爽对不对？很牛哎，很难，帮你讲，跟我讲这种不一样。虎破双关，好，没有错。很牛。好，那下一个阿呆要挑战的是海绵体，耶！来，是最后。不用啦，先弄先冲啦，不要操熟啦，快点。哎呦，怎么？全部都拿去啦，全部粘在，全部的片都拿去。对啦，一口啦，没那么可怕，搞得像壮士断腕一样。怎么这么长？就已经切片给你了，不然你要整只喊哦。啊，你要整，还是我将整只拿出来给你咬？没怎样，就 QQ 的，真的吗？是吃一个胶 QQ 的东西，对。推广一下台湾的，不然大家都只是国外的。对啊，好啦，今天非常谢谢于董事长小鱼。其实你说你那时候来跟我买这台车的时候，才几间店？三间。哦，那时候就三间了，只是有一第一本店还没有，本店还是路边摊，那时候还没店面。哦，本店的路边摊，所以他这半年时间已经再开一间，而且这个本店已经变成了店面了，对不对？所以代表说，哦，努力是看得到，东西只要好吃，当然顾客就会回流，好吧？那介绍给大家，大家有兴趣有这个可以专程来吃看看。今天的这个节目到这边，喜欢影片记得订阅、分享、留言、开启小铃铛，下次见，拜拜。欸，真的好吃啊，来吃哦！我下播了，我要把它刻掉了。好，拍谁啊？各位观众，吃不到自己专程来啊。加码再加码哦！哎，我跟你讲，原来我们刚刚吃的那个牛舌是隐藏版的，店里面没有。
对，我说不行，你这样会误导我们的观众朋友。哎、欸，无大家来拢哈，想讲纯周星驰嘿，会使甲翠金蝶咧垃圾接吻呢，对不？他们正常是这样，听说部位跟我们刚刚的是不一样。对他刚才那个话比较算是舌尖的部位，那我们这边算是舌。刚刚都跟牛的舌尖垃圾了，啊，这个是比较根部，对，中后段的。哦，哦，有回弹，有垃圾的感觉。哎、欸，我认真讲好不好？我认真讲一件事情，你说，我要付钱。哎。不用不用不用，真的啦，不用啦，你来做事已经莫大的宣传，您可别开玩笑。不行，客人来跟我们买车，我们赚钱有，啊，我们来吃人家做小生意，我们要付钱，好不好？这以后我在这边，我们开这个惯例，以后我们到人家那边消费，没有在吃王八蛋，没有，这是互相的啦。我跟你讲，等到有一天我不行了，我看我有没有办法哦，台湾绕一圈我都有得吃，有得住。哎、欸，我跟你讲，不要开玩笑，对不对？我粉丝有开民宿的，有没有？我真的穷的时候，我就苦行僧，我就修行，我就徒步慢慢走。还谁？小鱼，我最近不好，还是要你交代一下。好，放心，牛肉套餐，差价本我 OK， 让我注意参加，好不好？所以我们现在先不要欠人家东西，以后真的用得上的时候，我们再用。把整根的全部带切鸡鸡出来，太切鸡鸡。这只是三分之一而已，它整条跟猪一样那么长，所以我们要分成一小段，局部。阿呆那个是三分之一而已哦，然后就三分之一，就像猪一样，三段啊，有三段啊。Avia Mobile 周辺機器のトップブランド金爸爸，首款打开LINE零秒开机台。